索尼克里厉害的反派有很多，但要说谁最厉害，那必须是英弗尼特。英弗尼特是索尼克力量中登场的主要反派角色之一，他是一只披着黑色皮毛的柴，拥有一头飘逸的白色长发，性格极其残暴傲慢，自尊心也极强。作为一位大反派，他拥有着可怕的力量，就算能力超强的索尼克在他面前也只能被吊打。英弗尼特在幻影红宝石的加持下获得了制造虚拟现实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说是猛的一品。当他发动能力时，会有两种攻击方式，一种是释放出能量场，扰乱对手的心智，让对手没有反抗的余地；第二种是制造无数能量红色方块，方块群还会复制人物进行战斗。但是尽管英弗尼特再厉害，最后还是被索尼克支援来的伙伴给打败了。失败后的英弗尼特神形俱灭，彻底消失了。英弗尼特可以说是索尼克世界中的一大悲剧人物，同时也是各种被弹头博士利用的反派中唯一没有背叛弹头博士的角色。那么最后关于英弗尼特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小伙伴你们还知道索尼克里还有哪些厉害的角色呢？可以留言评论区告诉大同哦。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见。